展览介绍。时光机，从古典到当代摄影艺术教育展，是展出从古典摄影的暗香成像原理与暗房冲印，以及到当代摄影艺术的转变过程，以多元互动形式进入光影的故事与情境，带领18岁以下的学生如同搭乘时光机，回到摄影发展的历史源头，探索摄影艺术的丰富多样性。本次展览主题的时光机，摄影时间、光影与相机三大主轴，去探索摄影艺术，展出艺术家郎静山、陈时岸、沈昭良、高志尊、陈顺竹、李正乐、林嘉文的摄影作品，以及夏阳、卓有瑞的照相写实画作，并以暗香绘画术、时空召唤术、影像变身术三个主题，探讨摄影作品中的光学成像与摄影历史、摄影绘画与灵光记忆、多元感官影像诠释等内容，进而思考摄影艺术的本质。